呢度系位于印尼东爪哇嘅一条宁静小村，距离呢条村落大约一个钟头车程，有一座神圣嘅火山——婆罗摩火山。佢好似一座高踞喺沙海上面嘅堡垒，喺度控制住雾同云，就好似创世纪嘅情景一样。佢叫做婆罗摩，爪哇文嘅意思系印度嘅创造之神梵天。而家系凌晨三点，位于东爪哇嘅宁静村落旁月已经准备就绪。因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会来这里同导游会合，他们将会在黑暗之中沿着山路行几个钟头，同时在远处太阳即将升起，他们半夜上山就是为了欣赏这种壮丽的情景。但是在这种美景底下，其实隐藏着恐惧。其实我自己很明白，活火山对我们所有人类来说很危险，所以其实对我来说真的很难理解，啲人为什么还要住在这个地区。另外到了现在，我都仲记得我后生嗰阵有个电视节目，内容系关于火山爆发。游客经历咗火山爆发，喺呢场灾难当中死咗好多人。我觉得真系好不可思议。婆罗摩火山似乎充满危险，但系有个部族喺山上住咗好多个世纪，佢哋系腾格尔人。他们会做导游，带游客上婆罗摩火山。不过不是成日都这么好运，苏提安诺今天就没有客人。我今天找不到客人，但我相信很快就会有。我们出来找食的，每天都要骑马。苏提安诺就住在婆罗摩火山附近，他的村就坐落在婆罗摩火山的山麓幽灵，海拔2200米的高原之上。很多腾格尔人都是靠在山坡耕种为生，种植高山农作物，例如椰菜、薯仔和花生。苏提安诺说，他们的祖先就是靠务农来过活。到目前为止，他在这里目睹过四次火山爆发。我不怕的，我们不怕火山爆发，因为我的祖父母甚至是祖先很久之前就一直住在这个地方了。我们世代都没有因为火山爆发而搬走，所以我们要好像学他们那么勇敢，绝对不可以那么轻易退缩。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明知道有危险都要继续住在这个地方。我们有虔诚的信仰，我们的信仰令到我们明白火山爆发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根据我们的信仰，火山爆发是天神发怒的征兆来的。在2011年10月，沉睡了很久的婆罗摩火山苏醒，开始冒烟。腾格尔人的信仰认为是神要发怒。第二日清晨，我们在婆罗摩火山下的印度教庙再同苏提安诺一家见面。
腾格尔人每日会向婆罗摩火山祈祷三次。是咁嘅，根据信仰，如果有火山爆发发生，即系话俾我哋知，天上嘅诸神而家都焦躁不安，所以我哋会每日祈祷，希望令佢停止。对我哋嚟讲，最大嘅愿望就系希望我哋所有嘅腾格尔人唔使再受火山爆发嘅威胁，可以过正常生活。他们相信火山内住了三位神，他们是梵天，印度教的创造之神，还有守护之神毗湿奴，以及毁灭之神湿婆。根据信仰，他们都是住在这里，所以他们相信婆罗摩火山是毁灭者和守护者，同时也是创造者，所以他们没有离开这里。就算有火山爆发，我们都会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地方，绝对不会逃避的。我们会继续祈祷，因为我们一直相信婆罗摩火山是腾格尔人的地方，我们是属于这里的，就是这样。这座印度教庙在一片无尽的沙海上，代表着腾格尔人过去的历史。其实腾格尔人本来是在爪哇岛中部生活，不过当伊斯兰教在十六世纪威胁到印度教的时候，他们就搬来这条隐蔽的山村。在婆罗摩火山的山坡上，腾格尔人的历史重新开始。其实我们认为婆罗摩火山本身就是腾格尔人的象征，是我们的神宽容仁慈，赐予给腾格尔人丰足的生活，所以我们世世代代都是以务农为生。那是因为这座山的缘故，所以我们对婆罗摩火山是抱着敬畏的心，希望它可以给到更多的回报我们，令我们可以过着幸福富足的生活。如果我们奉献一些东西给神，我们相信他们会投桃报李的。婆罗摩火山是腾格尔人的守护神，今天落大雨，在山谷中这些灰色的水好像瀑布地泻下，水的颜色来自被冲走的火山灰，雨水沿着山路一直蜿蜒流下，流向腾格尔人的村落，最后淹没和滋润田地的每一个角落。腾格尔人认为雨水是上天赐予的祝福，他们相信婆罗摩火山的创造之神带来雨水，令土地变得肥沃。在腾格尔人的众多信条中，地质学家认为至少有一条在科学上讲得通。岩浆里面含有很多不同的物质，而最具代表性的就包括有铁、镁、磷以及硫磺这几种主要物质，这些元素非常重要，但是在其他的物质当中不是成日可以找到，而这些物质是对土地很重要的养分，所以在那些没有活火山的地方，例如是澳洲，就很少肥沃的土地，这点就足以证明他们的看法。在爆发之后，熔岩立即冷却变成火山岩。火山岩往往都有很小的纹理，即是说如果这些矿物质在熔岩之中融化，就会很容易透过岩石的细孔或者侵蚀释出。
不断向土地供应最天然以及最肥沃的肥料。这里是位于印尼麦拉皮火山北边的格林安区，这里刚刚经历了100年来的第一次大爆发，好彩这条村幸免于难。好不好吃啊？再吃多点。饱了？是啊，我饱了。这里和邻村形成强烈对比，那里一片混乱，这里看来似乎很平静。夏祖先生和他全家人只是拥有五六个家庭式小菜园，但是当中的收成足以养活一家六口。其实那边那块田和在正他隔离的那块田每年的收成都非常之好，可以生产三种农作物，所以足以养活我们。他们的菜园面积不算太大，但是他们还有三块地耕作，所以很满足。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知道，来自麦拉皮火山的火山灰可以令到我们的土地很肥沃。在邻近的婆罗洲每年有两种农作物收成，而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上的爪哇和苏门答腊每年有三种农作物收成，所以在麦拉皮火山下的日夜山谷可以养活足足41万人。圣佩德罗村位于一个壮丽的破火山口湖以及一座火山之间。大部分村民都是以耕种为生，包括何西一家。晚饭是一家人唯一可以相聚的时间，他们在饭后都会喝一杯咖啡。他们的咖啡都是在河西法田收成。不过河西说他从来都没有刻意种植咖啡豆，他只是记得几年前突然发现有咖啡植物在他块田发芽。由其他地方飘来的咖啡豆在他块田落地生根，何西就是这样开始收成咖啡。其实我由始至终都没有刻意去种植咖啡，但是因为土壤好就生产出优质的咖啡。这边土地很肥沃，全靠火山和湖才令到这区所出产的咖啡很好喝，令到很多人都很喜欢喝它。我觉得这个简直就是上天的恩赐。这种在被火山环绕的村落出产的安提瓜咖啡举世知名，它的味道独特，而且香味浓郁，受到大多数咖啡爱好者的追捧。咖啡植物是难种的植物，但是危地马拉的农夫无需费力就有优质咖啡收成。今天因为土地肥沃，有火山灰的高矿物含量，仲有破火山口湖的凉风。火山往往是适合居住的地方，因为山区位置经常会吸引风雨，他们就在海洋附近。地球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离海洋不远的地方，这些土地很适合人类居住，因为这些地方降雨量高，所以附近一定有河流，周围又有肥沃的土地，结果令到很多人不由自主地
搬得越嚟越近呢啲地区。但系咁唔代表所有火山区都有咁好嘅生活条件。离开埃塞俄比亚首都阿迪斯阿贝巴，向东北行三日车程。达纳基尔平原就在我们眼前出现。这里每年的平均温度是摄氏33度，日间最高温度接近摄氏60度。这里的沙漠是全球最热的地方之一。人类以及动物都难以在这么严酷的环境生存，但是依然有人远道而来见识这种滚烫的景象。这里独特而壮丽的景色和地球上所有景色截然不同。这个地方很壮观，是吗？我未见过这种景色，非常惊艳。这里的景色优美，但是并不适合居住。正所谓越漂亮的东西就越危险，这个地方亦不例外。如果你伸隻手指入去就会熟，或者你可以在5至7分钟内煮熟一隻蛋或者薯仔，放在里面就可以煮熟。这个湖之所以沸腾，是因为下面有条岩浆大河。埃塞俄比亚的达洛尔火山是座活火山，最后一次爆发是在1926年。位于海拔下130米，被视为世上最低的火山。地壳的活动令地平面降低，导致红海流入去。这些水含有硫酸，硫酸沉淀物最终形成彩色的地貌。这些独特的形状是因为火山的矿物质和红海的盐产生化学作用而形成。达纳基尔这区对地质学家来说真是非常吸引，尤其是对于火山学家来说。那是因为地壳板块在达纳基尔那里是向着相反的方向移动，那里是一个分散板块边界的地点。在我们居住的地球，在这个大洲只有一个这样的地方。在达纳基尔平原内，火山岩浆透过一层薄壳由地球深处涌出来。达纳基尔平原所在的东非大裂谷当初就是由非洲分离出来。令陆地燃烧发烫的阳光终于减弱。我们在黄昏那时遇到一群人和骆驼车队向达纳基尔平原进发。是埃塞俄比亚的提格雷族人。到了第二日，我们追踪住骆驼的脚印，以便追上他们。好好彩，终于都追上他们。提加雷人说，
佢哋行两日两夜嚟到呢度。是为了滑盐，我们要在这里滑出100公斤到150公斤左右的盐，然后再转卖给人。他们脚下踩着的地是一大片盐海，当温暖的雨水淹过泥土，由红海溢出的水蒸发之后，就形成一层很厚的盐。提家女人世世代代都是靠卖盐来维生。每次都要留在这里一两个月，其实我们要留在这里多久，视乎有多少人来跟我们买盐。日间气温在摄氏45度左右徘徊，这里连些少微风都没有。这种工作每日长达12个钟头。他们将轿棒插入缝中，再用力挖起一樽盐。另一组人就将他们收集的盐切成细块。比较年长的族人就负责将这些盐再切成差不多大小。虽然天气酷热，但是每日都收集到400樽盐。好久以前由于很难买到盐，所以这区的盐会出口到隔海的欧洲。提家女人在荒凉的土地之所以生存到，都是拜由大量火山活动而产生的盐所赐。今日他们带着大量的盐开心地回家。火山令他们居住的地方热到几乎难以生存，但是不适宜居住的土地就提供了珍贵的盐。火山一直以来都为人类带来灾难和风烛，它们是重要的地质特征，在地球诞生那阵出现，被困在地底岩石下的水透过火山活动慢慢升上表面，植物将火山喷出的二氧化碳转化成氧气，供应给地球上的其他生命。我们可以在地球生存，都是全靠有火山。其实过去发生的火山爆发和地震都证明地球是活生生的，而且除了在我们的行星之外，在其他行星很难可以找得到。换言之，好像火星甚至月球等等的死行星上面根本就没有火山，那是因为这些行星上面根本没有能量，所以它们和地球有很大分别。我们会称它们为死行星，又或者会叫它们做卫星。夏威夷岛是夏威夷群岛当中最大的岛，亦是展示火山创造力的经典例子。夏威夷群岛之所以形成，其实是因为太平洋板块下面的一个热点。那个热点将地壳加热，令它融化形成岩浆，岩浆升起，最后在海底爆发。
如果活动持续得够耐嘅，就会累积大量嘅火山岩，到咗最后冒出海面，咁就会形成一座岛。喺过去嗰七亿年嚟，岩浆喺海底慢慢渗出，喺太平洋中央创造咗几百个岛。当地壳移动，热点嘅位置亦会改变，造成咗超过2000公里长嘅一寸岛聚。目前这个热点在夏威夷群岛最大的夏威夷岛下面。在夏威夷岛的东南方有座基拉维厄火山，每日都会喷出500立方米的岩浆。它是持续性的，所以历时很久。它每秒只是有大约3立方米，大约是一次大爆发的1%，甚至是一次大爆发的1/1000。但是试想象，每秒有3立方米物质，是这样的话，即是等于每分钟有5至10架大泥头车那么多。你就想象到最大的泥头车每分钟有5至10架在你家面前的草地卸低物质，这个草地甚至整个社区很快就会被淹没。就算是很少的爆发，但是每分钟都会喷出这种物质。熔岩流并没有带来即时威胁，不过如果是大量的，最后就会导致整条村消失。罗伯克利·胡马鲁在卡拉帕那村出生，1983年到1990年为期7年的熔岩流令他和很多人都丧失家园。当时我很记得那些熔岩流过来的情景，他们由这个方向来，他们一直流，跟着开始流向大海，还流到了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区域，一直没停过。跟着他就开始掩盖黑沙。每次大约一寸岛，非常缓慢。基拉维厄火山口的熔岩慢慢接近，经过村落，吞没了道路，再流落太平洋。当熔岩遇到岸边的冷水，就创造出新土地。悬崖的地理环境被改变，导致560英亩的新土地沿着海岸线出现。如果没有火山的话，夏威夷亦都不会存在。火山不断为这个岛补充土地，因为岛的部分慢慢被侵蚀，或者由于它的重量沉到落海里面，所以它就创造出新土地，令生命可以继续在群岛生存。没有火山的夏威夷的生命就会消失。这一片是没有生命的死亡之地，但是它迟早会苏醒，恢复生机。当啲熔岩流过一区，就会盖过土地；当啲熔岩冷却，就会收缩；当它硬化和冷却，就会裂开。那些裂缝就是生命在新熔岩流上开始的地方。在这些空旷的地方，孢子和种子被风吹来，跟住落在那些裂缝里面，然后落地生根。裂缝对种子来说是受保护的环境。在硬石上最先生长出来的是苔藓。苔藓之后到一种叫红花树的土生夏威夷植物生根。红花树的叶跌落几乎光秃秃的地上面，然后腐烂就形成泥土。经历变化的玄武岩泥土为植物提供最佳生长条件。假以时日，这片以前寸草不生的土地就变得肥沃。它见证了大自然的威力。这100年来有关火山的研究扩大，科学家更加关心火山灾难背后所隐藏的力量。
内华达州雷诺市，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小城市。在这个娱乐天堂道，有个出名的环保度假胜地——胡椒魔方度假村。他们最自豪的是酒店下面有个水井系统。我们在每分钟可以泵出1500加仑的水，你们很快就可以见到那座深井。我说它是深井，因为它有成4400尺那么深。它有12个10寸的套管，可以快速地泵出摄氏78度的水，非常之热。在三年前，酒店在地库道建造了这个深井系统，一种地热发电站。藉着使用地热能源，免除对矿物燃料的需求。我们花了350万建造深井系统，悭回每年220万的天然气费。如果你计下，不用三年就可以回本。1600间房，一个游泳池和其他设施所需的水，100%是利用地热能源来加热的。暖气系统一部分亦是用地热能源。内华达州雷诺市是一个由内华达山脉的边缘开始，在高低不平的连串山峰中所建立的城市。在内华达州，其实有些地方的地壳慢慢地变薄，在个别有热点的地方已经物质可以喷到上表面，但是最近有些地方表面曾经出现玄武岩流。内华达州的地质令它成为地热能源的圣地。奥马达工业操作有46年历史的地热发电厂。这个是生产井，这个井的深度大约是2000尺度。现在你听到的是上面的摩打声。位于地底下面600米的地下水透过管道送到发电厂，它可以泵出温度高达摄氏150度的地下水，每分钟达1350千克。由地热加热的水蒸气令涡轮机转动，然后生产出电力。这些水一个星期不断循环，每日可以生产100兆瓦的电力。雷诺市是个不会黑暗的城市。一座地热发电厂生产出来的能源，足以为这个拥有300万人口的城市的每家每户提供电力。这种地热资源真的非常珍贵，因为发电厂不会因为没有太阳又或者没有风而停止。它们不是间歇性的能源，这个是最大的优点之一，就好像矿物燃料或者核电厂那样发电。在地壳喷出来的岩浆可以为人类带来灾难，但同时在地壳内的热力就提供无尽和无污染的能源。这个过程非常重要，但是破坏力很强，就好像其他东西那靠得太近就不好。正如暖气的好处可以令你温暖，但你放着手上去就不好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去习惯和适应的事之一。位于日本的九州以温泉闻名，那里亦是一个悲喜交集的地方。九州的云仙火山位于岛原半岛中心，已经活跃了50万年那么久。1991年的某日，云仙火山的东岳在一次大爆发之中被炸毁，是198年来最大的爆发。爆炸产生出大量燃烧而成的碎屑物质，将整条村庄吞噬。加上季候雨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土石流，摧毁了整条村。
包括田地、房屋以及所有嘢，全部被埋喺火山泥之下。嗰次爆发，酿成44名村民死亡，摧毁咗2500个家庭。云仙火山带嚟嘅灾难历时2年，而且喺岛屿半岛呢度留低咗一道不可磨灭嘅疮疤。呢个系玄关入口，穿过呢一度就入到去。我估呢个范围本来可能系客厅，就喺呢一度。在右边这个范围以前应该是这间屋的客厅来的，而且还很阔落。我们以前会在后巷这里打雷球，如果我们将这区挖出来，一定会唤起很多回忆。他毕生的家乡以及童年回忆都被带走了。河流因为土石流泛滥淹没了条村。位于云仙火山东面8公里的岛屿市受到爆发的严重影响，而云仙市虽然在山的另一边，但是命运就和岛屿市截然不同。在云仙市南边有个拥有350年历史的温泉区，这片是干旱陆地的滚烫沼泽，是由岩浆的热气所形成。但是自从明治时期开始，云仙就是温泉的代名词。住在这区的居民靠旅游业为生，温泉和火山是他们不可或缺的资产。火山可以杀人，但是火山对我们来讲同时也很重要，因为火山为我们孕育出温泉，而这些温泉对我们来讲有很重要的价值。温泉是火山的最大恩赐。由于九州同时受到火山带来的威胁以及好处，所以当地人亦学识和火山共存。岛屿市的人仍然面对着20年前云仙火山爆发的疮疤，当时形成了一条新河，这条河叫水毛村，意思是指没水的河。这里的河床从来没有水流过。其实这条水毛村的河道本来不算是很富，但是自从云仙火山在20年前爆发之后就不同了。我们将它的河床扩阔，预防灾难性的土石流。万一再有火山爆发，这条扩阔了的通道就可以防止土石流破坏。水毛村由云仙火山开始，横过岛屿市，然后到达大海。建造水毛村是为了要纪念过去的痛苦，以及预防未来的灾难。所以他们亦在旧村的原址起了一座灾害纪念馆。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云仙火山爆发的历史。这部是一位摄影师用来进行访问的摄影机，而这位摄影师在1991年6月3日的大爆发中丧生。我还记得他去拍摄的时候，我千叮万嘱叫他要小心一点。当我想到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做事，虽然很难过，但是都以他为荣。他的故事提醒我们火山爆发的后果，以及我们人类应该怎样为大灾难做好准备。
这个纪念馆是为小朋友还有为那些没有经历过这种灾难的人而设的。我们希望透过这里给他们学习和意识当中的危险。另外我们还希望他们可以知道当时对抗灾难的人他们的故事和忠告。保存中心和纪念馆在被毁灭的村落建成之后，以前的居民亦翻返嚟，失去了宝贵家园的居民现在在新的家园过着新生活。老实说，其实在过去这十几年来，它变成一座宁静的山，在一二百年后可能再爆发，但是我希望它可以永远保持宁静。我们寻找火山精神的漫长之旅即将结束。到过世界各地之后，我们看回曾经去过的火山，它们确实是同时为人类带来祝福和灾难。但总括来说，火山对地球的影响很多个坏，没了火山，地球上的生命就没可能生存。他们亦都提醒我们，我们生活在一个火球上面，这个就是地球。开地图，拆解人类生活据点。大兴土木之前，城市底层重新发现，独有地形地质，勾勒地上安定繁荣。几十米地基之上，几千万城市之下，寸土有价。拆解形成，下星期六下午4点，高清翡翠台。